직장이 있거나 고소득이어도 결혼하기가 어렵다는 중국. 심지어 35세 이상의 미혼 남성의 경우 결혼을 포기하기에 이르렀다고 하는데요. 뚜렷한 이유가 있습니다. 남자가 집과 차까지 전부 마련해야 하는 데다 지참금 명목의 차일까지 줘야 하니 중국에서는 돈이 없으면 결혼은 꿈도 못 꾼다는 표현이 결코 과장은 아닌 것 같습니다. 그러나 이런 상황 속에서도 색다른 선택을 하는 중국인 남성들이 있습니다. 20대 후반의 전문직 두 남녀의 소개팅 그 현장을 함께 살펴보시죠. 26岁, 我的 직업은 平面模特. 今年 27岁, 身高 175, 然后现在的工作室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经纪公司. 来啦, 要不喝杯饮料吗? 谢谢. 热不热啊? 要不给你纸巾擦一下汗吗? 我纸巾要给我试一下。我看你是要经常来这里玩哈，那 你是不是尽量带女孩子过来啊？我只带感觉对的。哎呀，是吗？那我想了解一下哈，就是既然我们要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多方面的了解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做什么的？哦，我和朋友他们合伙开了一家经纪公司这种。那你公司多大规模的？有多少人啊？小庙，几十个人。 几十个人算是比较大的公司啊，像现在那种小公司的话，也就三四个人、四五个人这样子。哎，你家住哪里啊？仁和，渝北那边。哦，我家住观音桥，还蛮近的。嗯，你是跟父母一起住吗？嗯，父母跟我一起住。房子是你爸妈的，还是说，你自己买的呀？自己买的。哦，是全款的，还是按揭呢？全款。哦，好吧，还蛮年轻有为的。 你爸妈是做什么的呀？我有点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女嘉宾对男嘉宾一连串问题的拷问，让男嘉宾也开始有些不悦。接下来，男嘉宾说的话更……别的这些东西的，然后我给你打个价格，省着你房子之后就直接是，都是像抵押的，然后比如说现在前期是我，然后那个公司的资金的，然后促销我们地点，然后房子才是不是抵押上去的，然后如果说 就是店面我就问你房子到抵押了，就什么时候抵押的？前一段时间嘛。哦，那抵押多少钱啊？你让我怎么回答你？就说你在外面欠的钱，然后就是做生意。哦，就是把房子已经抵押了，另外还欠几十万是吧？那你那车子呢？车子也抵押了。车子也抵押。 感觉这个医疗了打扮的挺物质的，很物质吗？我觉得这样很正常啊。我觉得相当物质的。你看，如果以后我们真的在一起结婚了，如果以后打个比方，我生了小孩，以后我又要工作，然后又生小孩，然后你呢？我觉得你做男的，你应该是不是应该负主要责任呢？是吧？你在外面挣钱，我在家里又做家务，还要带小孩。 这类东西都是男女双方性吧，我觉得一定意见都是，啥子都是男方的吧，我觉得那个说不清楚噻。但是我觉得男的现在这个年代是吧，男的作为家里的主导地位，你应该出去赚钱，然后在家里还要养你的妻子，还有亲人，还有你的小孩。我觉得我听说吧，你听我感觉你就是相当的有钱的。我觉得挺像女孩子的话，这些不是都应该的吗？你又没房又没车。 那我以后不是要受苦的，跟你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这种女孩没啥好聊的。我觉得我很正常，我一点都不物质。现在如果你最基本的生活你都保护不了，那你以后怎么了呢？不是有钱，就我跟你聊聊半天，你就是像那个有钱人，我觉得我跟你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不同的，我觉得没得跟他生意聊下去的必要的。 像你这样讲，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 사실 이 남성은 경제적으로 아무런 어려움이 없습니다. 단순히 여성 참가자의 가치관과 태도를 시험해보고자 일부러 빚이 있다는 이야기를 꺼낸 건데요. 예상대로 여자는 조건을 이유로 탐탁치 않다는 반응을 보이죠. 남성의 단호박직구에 자리를 박차고 일어난 여성, 급기야 진행자까지 허둥지둥 나섭니다. 我觉得他的态度有问题，你知道吗？不是你们两个人谈话有点激烈，但是也不至于转身就走。没有。
你刚开始说他这个房子还有车子他都是自己有的，但是我刚问了，他说他全部抵押了，就说他现在一无所有。我觉得我跟他聊不下去了，而且我觉得是啊，他啊没有没有，我理一下，这应该不是的，因为这个肯定是编导在我们之前的工作，包括也有前期跟他沟通，都了解完成的，没有全部抵押呀。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他这样子说的，而且他除了房子抵押了，他外面银行还欠10万。不可能，我真没办法跟他聊下去，真的，绝对不可能。来来来来来，你站到这边来，你千万不要激动，不要激动。而且我以前感情我，说实话我并不是那种很物质的。你听我说，哦，因为我以前我前一个男朋友他可以说身无分文，是因为他说你无所有。说实话，我真的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物质。 没有，男嘉宾他有并不在乎钱，很物质吗？对啊，他说我很物质，我觉得他这样子说太过分了。我觉得可能他就是误解了。我觉得他我并不是那种很物质的。说实话，而且我以前是谈过恋爱的，而且我跟我男朋友一无所有，我跟他在一起4年，从大学开始毕业之后2年，我们一起创业，可以说受过很多苦。我这些我都不在乎，但是他还是照样他跟另外一个女孩子。 走了，还是我闺蜜。所以说，像这方面，如果感情没有那么好，就是说我们两个感情没有说谈过好多年的基础，但是我觉得物质方面是最基本的，我真没办法跟他聊聊。 중국의 여성들이 물질적인 조건으로 하도 재고 따지다 보니 남성들 역시 방어적인 태도로 나올 수밖에 없는 건데요. 방금 보여드린 영상과 달리 혼기를 훌쩍 넘긴 남녀 역시 마찬가지입니다. 영상으로 확인해 보시죠. 我们在个地方坐一下吧，然后喝点水。哎呀，现在外面空气恁个好的，干嘛？多在外面嘛，外面这些空气好些。女孩子都是要多出来的外面走，不要在里面太闷了，在外面待起，最近风一吹就有凉快，你看今天这个风就恁个好，外面这些多舒服的。我本来想去商场和水的，没想到男嘉宾见我在外。哎，这风味儿。 这个好贵哟，这。嗯。喂，他没水，算了，都喝矿泉水算了。哎。都拿矿泉水。哎，老板，买两瓶矿泉水。他是感觉他是有点抠门儿，因为刚刚说想进里面，就是商场里面喝点水啊，然后在里面进去逛一下儿。他说就在外面。 外面空气好，哎，那外面确实比商场里面空气好啊。哎，我就是感觉他蛮抠门的，虽然说说的很好听啊那些啊。他说他不抠门，我是感觉他挺抠门的。嗯，就是因为没有去商场里边，去商场里边他为什么就大方了呢？因为你看嘛，就几块钱，而且他买水买过来的都是矿泉水，才2块钱的矿泉水。哦，嗯，你想喝什么？就是饮料啊那些都可以噻。嗯，就是饮料多少钱？ 饮料是多一两块钱嘛？就你的意思就是他舍不得那多一两块钱。对，就是感觉太抠门了。买最便宜的水。哎，是的。然后我说喊他进去，他又不进去，就在外面。哦。他更是觉得进去会花钱，花很多钱。刚在店里面那个时候，他说他舍得为我花钱，然后就是现在看他那么抠门，然后他说刚刚在店里面的时候他是说对另外一半就是很好嘛，就是说会拿钱给他管嘛那些啊。但是如果说有了你以后再去生活了，我们之后只是我愿意把80%的工资都给你，全部也好。 我只有留点点就行了，都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哦？真的，我说的都做得到。平时看我是喝矿泉水是，我本人是很节约，但是如果说我有女朋友的话，就是说我90%的我都会考虑到女朋友。那不管什么东西，那比如说，如果是女朋友的话，你会买什么水呢？她喜欢喝什么水，我就买什么水。哦，哎，这个必须要满足她。 是偶尔满足一次呢，还是每次都可以？每次，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先考虑到他。那既然是这样子，刚刚为什么你就不愿意带他到商场里边去喝点饮料呢？这个可能跟我以前的经历有关。什么经历？因为我以前也有过感情经历，嗯，就谈朋友就说花了很多钱，到后头来就是不合适一句话，拜拜。嗯，就是这种，就花了多少钱？ 几千块钱吧，多长时间花了几千块钱？一个把月吧，都干了些什么花了几千块钱？就是说他喜欢吃什么呀，买什么东西啊，都舍得为他花钱。到后来就感觉吃而已。你喜欢他吗？喜欢，肯定喜欢呢。要不然你就不舍得在他身上花钱。对。那你既然喜欢他，你在身上花了钱，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你觉得值不值呢？这个怎么说？我既然选择了付出，那我就觉得值。嗯，哪怕自己没。
没有结果，小兰认不认可他这种态度啊？嫂子说的蛮好的。以前也被骗的时候，有骗的时候有那种经历嘛，所以说我现在对那个，就是如果要是结婚的话，彩礼的话是50万必须的。哦，这关于彩礼的问题啊，在相亲中出现的频率也太高了。本来我以为前面两期女嘉宾报的价格已经够夸张了。 没想到这又来了一位更厉害的。今天呢，这位要价50万的小公举啊，叫小茹，今年24，在一家剧场工作，月收入5000。她外形条件呢比较好，身材高挑，长得也不错，性格看上去也是温柔大方。据说呀，还多才多艺，就是这自认为非常优秀的条件，使得她择偶标准有点高，不太要好看，还有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节目组给她匹配了这位辉哥。 辉哥有网友称，月收入1万以上是一位职业演员，不过表演类型有点特殊，是角色反串。的职业以及需要常年在外的工作性质，导致了他迟迟没能解决人生大事，所以呀，才来到这里寻找自己的缘分。 已经30岁的他，想找一个可以照顾自己、孝顺父母的女孩。这同样从事艺术相关工作的两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还不错，挺好的，就是气质和那个身高啊，啥都非常好。我觉得他长得还挺好看的，那个眼睛也挺大的，然后鼻梁也挺高的，就挺好。 啊，见他们互相都看对了眼，我以为接下来的相处会很融洽。谁知这小茹呢，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性子，一开口就把愉快的气氛给聊僵了。她不但提出要有房有车，还给出了房子的具体大小和车子的型号。因为我从小也是，就是我妈妈把我养的就也挺好的。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们两个以后要是在一起了，房子最起码得100。 80平左右吧，然后车我觉得，要是就能带个步的话，我觉得就没啥意思了吧，最起码得一个宝马5系吧。他这一连串的要求把辉哥都给听懵了，好半天没接话，还没等辉哥反应过来，他又继续补充起了自己的理由。因为你看，咱俩得住一个房间，然后以后孩子得有一个房间。 啊，你爸你妈来了也得住一个房间吧，然后还得再备一个客房，这是最起码的吧，180平不过分，在长春对吧？你还别说呀，他这话听起来呢还是有点道理的。不过这一上来就要大房子、名牌车，辉哥那真有点招架不住了。所以呢，他很直白的告诉小茹，他目前的能力根本不可能达到他的要求。我现在这个收入吧，按照你那个。 打算来说还是不是差一点点，是差挺多。但对他还挺满意的辉哥，本来还想继续努力争取一下，所以非常真诚的表达了一下自己的上进心。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草根演员，就是也没有什么相应那个名气啊，现在就是靠着我这个努力吧。 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人家小茹的话还没说完呢，这车子和房子已经让人压力山大了。结果呀，他又突然狮子大开口，想要50万的彩礼。就是我妈觉得，她从小培养我，多才多艺的，花那么多钱，就是如果要是结婚的话，彩礼的话是50万必须的。哦，这让刚刚还挺积极的辉哥态度立马就变了。 对于这个问题，他是相当的反感，当场就表明自己啊，最多只能接受送黄金首饰，但是彩礼他是一分都不想给。彩礼这个问题，我暂时是接受不了，一点儿也接受不了。嗯，接受不了。那比方说，就是像什么，就是正常，我以常规的习俗吧，正常就是什么几斤几斤呢，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可以。 辉哥这反应让小茹非常不开心，那脸色呀一下子就垮了下来，还语气不佳的指责他这行为相当于白嫖。但是你说你彩礼的时候你一点准备都没有，但是你不能你就一分钱你也不拿，然后你就白捡人家一个大姑娘吧？这话呀让辉哥的小鼻息也上来了，立刻就反驳了他。你要说不要多少钱，我可能会给你多少，但是你要说提到这个我必须要多少钱，那这个好像就是有点那个买卖性质。
他这话都说得这么难听了，但是小茹对于别人的看法根本无所谓，因为啊，他只听妈妈的话。我倒无所谓，你最起码得给我家里一个交代吧。你说你要是一分钱你都不拿，我妈会觉得我跟你以后的婚后能过上什么好日子呀？小茹的种种表现让辉哥对他非常失望，不但一开始的好感荡然无存，甚至还觉得他有点拜金，还拜金犯了那种感觉。张嘴就180平的房子，就是彩礼必须50万，就是什么事都必须的，就是这样那样，就是结个婚没有500多万下不来。眼看两人这物质方面根本谈不拢，主持人又转移话题让他们聊聊性格。可是这俩人呢，估计是天生的不合拍，对于这方面的想法那也是南辕北辙，一个希望对方包容自己的小脾气，另一个却没有那个耐心。是因为你没有记住我的这些事情吗？这些脾气都不是莫名其妙的。但是如果说两人在一起，如果是你偶尔的可以相亲，聊到这地步结果也是很显然了，这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明确了想法的辉哥和小茹都表示了不想继续。告别之前，小茹还再次解释了一番，自己呀并不是拜金的人，她的这些条件都是妈妈在为她着想，而且呢她也非常认同妈妈的种种考虑。就其实我妈妈要这些外在的东西也是有她的道理，小的时候她就把我当成小公主一样的给我养着，他就希望我长大了以后再找男朋友啊或结婚也好啊，不像他这样。我妈跟我说的话他肯定是不会错的，我还是相信我妈。我也觉得我以后一定会找到一个符合我条件的。对于小茹的被捕之言，辉哥呢表示理解，毕竟可怜天下父母心嘛。但是理解归理解，他却不认同这种做法。自己的父母啊从那个苦的时候过过来了，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都想为孩子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再过他们那个苦日子。就是说结婚的时候吧，就是多要点，就是说以后的生活能好一点，几乎很多都是这样想法。但是说就像咱们现在就是很多自己出来的年轻人，家里父母还在家，就是说真要是说的这种要求还是很少。关于彩礼的婚嫁习俗已经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本来寓意喜庆的一件事啊，到了如今却逐渐偏离了传统。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呢？你们结婚需要彩礼吗？愿不愿意给对方彩礼呢？如果我不嫁富二代的话，我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我的容貌，我的身材都会，还有我的社交的礼仪，还有我美好的品德，美好的性格，就甚至是灵魂都会被毁了。嫁人只嫁5000万富二代，不然灵魂就受到了侮辱。眼前这女孩名叫周兰君，是一名大二学生，1992年出生在安徽一户普通人家。6岁时父母因工作原因迁居到厦门，父亲是一名国企员工，母亲则是一所大学的宿管阿姨。家境虽然不是特别优越，但也算得上是个小康家庭。周兰君从小学习成绩就非常不错，是一个年轻有梦想，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的女孩。高考时以十分优异的成绩报名了浙江工商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她认为浙江是一个富裕的省份，有钱人比较多，而有钱人又大多是从事商业的，选择工商大学读书就更容易接触到富二代。不仅如此，女孩还报了国际礼仪课，有空就学，毫不懈怠，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转眼到了大二，室友纷纷脱单，男友家境都还不错，而自己却一直孤身一人。周兰君羡慕不已，感觉他们长得没自己好看，成绩内在修养也都不如自己。思来想去，她决定相亲。相亲之前，周兰君特意到某知名相亲网站咨询了一下，红娘眼皮一抬，八马连环彩虹屁就吐露了出来。哎呀，你条件这么好，完全可以嫁个2000万的富二代，要不然也太可惜了。女孩听后十分不满意，认为红娘的评价太过保守，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家庭条件以及目前的思想方式，最起码得是5000万的帅气富二代。随后她报名参加了相亲节目，表达了一系列诉求：我只嫁身价5000万的富二代，而且不能是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的，必须是在大城市里有一定的发展前途，不然消费观念不一样，如果找不到我就不嫁。27岁考上研究生，30岁以后不再考虑婚姻，献身事业，适当往明星这块发展。我觉得我素颜照比女明星都好，比他们还用心，从长相、智慧、勤奋都不输给他们，所以我不甘心。
工作人员听完一脸懵逼，下巴差点合不上。好家伙，在这儿口出什么狂言？男方有5000万资产，那人家父母对儿子找对象的要求肯定是很高的，而且很多富二代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很花心。周兰君摇摇头，表示毫不 care， 认为普通家庭婆婆对儿媳妇要求也很高，很多人不是富二代也游手好闲，很花心。人家有钱的至少长相比较帅气，为人大方，找女人会挑一下身材、长相、年龄。呀啊，逻辑鬼才，似乎好像仿佛还挺有道理。女孩侃侃而谈，畅所欲言，外形条件和家庭条件不能说很好，只能算一般般。节目播出后，留言攻击铺天盖地，周兰君不以为然，觉得那些人都是在嫉妒她。他们评论能给我什么呢？能给我一片光明和未来吗？随后女孩叮嘱节目组帮忙找一些富二代，抓紧时间开始相亲，比如之前上过节目的富二代男神贝塔就很不错，想法很大胆也很执着。工作人员有些无奈，再三考虑后决定尝试一下。第一位相亲对象刘先生，87年出生，身高176，澳洲留学10年，回国开投资公司，身价远远超过5000万。周兰君对此很满意，见面当天特意打扮了一下，没成想刘少却突然打来电话取消了见面，表示自己对周兰君没什么感觉，第一次相亲不了了之。之后节目组尝试联系了富二代男神贝塔，一番简单交流，人家明确表示自己对周兰君没兴趣，好兄弟皮皮鲁倒是愿意会会。这个富二代家境殷实，人品得体，到了餐厅两人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话题。周兰君认为自己要嫁的富二代首先父母得及格，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有求真务实的精神，还要有诚信的品质，只有这样他才愿意喊他们一声爸妈。其次，生孩子可以，但不能影响事业，不能像保姆一样。第三，富二代必须要帅，如果对方不是富二代，我连他们的亲戚朋友都不想应付，包括父母，就感觉他们没有那种企业家的精神，有点像混混。好家伙啊，这男人端起茶杯哭笑不得，喝了又好像没喝。富二代的父母肯定比较难伺候，琴棋书画你得会，家务做饭你得熟，孩子自己照顾，事业暂且不说。而周兰君认为现在学什么都晚了，只能从金钱上弥补自己从小没有学的缺点。女人不能没有自己的事业，孩子可以交给育儿师照顾，我的观念没问题，你应该改变你的观点。三个回合下来，双方扯得不可开交，不欢而散。周兰君认为如果嫁给皮皮鲁这样的男生，婚后肯定不会幸福，除了给一点钱让我当保姆照顾孩子，其他什么都不会给我的，不仅限制了我的事业，还限制了我的人生价值。大家都喜欢的类型我绝对不是，我绝对是属于少数人的哦。第二次相亲以失败告终，节目组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帮他物色了一个潜力蓝筹股。小伙子25岁，身高177，大学毕业2年，已是浙商企业家俱乐部金融部经理。虽然不是5000万的富二代，但条件还是十分不错的。看过照片，小伙对周兰君的第一印象十分不错，一见面就开始夸。没成想，人女孩并不领情，上来就对小哥的学历持批评态度。你的学历不高哎。中国大学，中国计量学院。那我估计不可以了。就是我想让我的儿子上美国的西点军校，想让我的女儿上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肯定不可能。小伙谈两家，谈理想，说自己认识哪位影视公司的老板可以帮忙实现梦想。周兰君大杀四方，无差别攻击，认为小哥根本无法让他过上想要的生活，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潜力，一直说钱钱钱，背后没有什么经营哲学，还爱装逼，张口闭口就说自己认识谁谁谁。刚刚皮皮鲁就很好，十大装逼男人一条没中。听着一顿连环炮击，男人一脸不可思议，感觉女孩看起来不大聪明的样子，强行忍住抄家伙的冲动，找了借口匆忙离开。三次相亲全部以失败告终，节目播出后，一大波辱骂排山倒海扑面而来，很多网友不仅网上留言，还跑到他的学校蹲点，面对面亲自给他上课。为了躲避攻击，周兰君很少出门，在事件慢慢平息后发表了一篇短文，表示自己曾因家庭条件受到过小伙伴的歧视，父母不以为然，只关心成绩，久而久之他萌生出嫁给富二代的想法，让孩子过上豪门生活，不再受人歧视。与此同时，女孩表示自己已经意识到问题，决定不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摆正位置，
这场风波后，周兰君消失在了网络中。毕业后，她开了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近两年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生活，陪父母看看书，学习茶艺和绘画。婚姻方面依旧保持单身。曾经让人一笑大方的她，八年之后活成了自己曾经羡慕的样子。一个人会不会得到尊重，能不能过上好的生活，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配偶，不是看你嫁得有多强，只有自己变得强大，才能真正获得肯定，拥有价值。안타깝게도이런경우는현재중국내에서매우드문것이사실이죠저오란준씨의삶여러분께서는어떻게보셨나요오늘영상흥미로우셨다면좋아요와구독부탁드릴게요항상함께해주시는구독자여러분감사드립니다